今屆區議會選舉投票咧，係大部分喺十點半結束，有少部分咧喺十一點前咧已經結束咗噶啦。咁全港有超過294萬名登記選民係投咗票嘅，個投票率咧係大概71.2%。咁同上屆區議會選舉個累積投票率相比咧，上一屆係47.01%。